就我们不是一直在做有氧吗？所以今天的这一套普拉提训练，你可以当做有氧之后的一个拉伸。手臂向上的时候深蹲，然后手臂向下的时候垫脚尖儿。这个就是要有那种力量感，还有韵律感。就是手臂向上的时候尽量向上够，然后向下的时候就感觉身体在向上长高。今天的训练很舒缓，你可以当做任何训练之后的拉伸，也可以早上空腹的时候练。主要目的就是打开身体的紧张度，让整个人松弛下来。松弛不是说松松散散的做啊，对肌肉的小控制还是要在的。然后来手在后面握住，向前弯腰，做一个早安体前屈。背是要放平直的，主要拉伸手臂和大腿后侧。